而台北市在今天也公布了三名确诊者的足迹，分别是台电的员工案16001，还有北投职场员工案15991。至于案15992呢，他是不是职场群聚的一员，卫生局没有说明。不过这三个人呢，在8月11到8月16搭过了捷运的文湖线、新店线，也曾经搭乘公车682路线呢，而且分别去过社子国小、文山区的福鼎汤包店、南港公园、玉成公园等等。这些地方其实都已经完成清消了，而汤包店现在也改外带和外送。